恭喜贺喜，臭头都见屁啊！是，这次有一个跟文献会一起合作的案子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哎，落不离久啊，吼，嘿，啊，文献会都啊有一个迄个活动哦，因为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咱的老祖母吼，啊，留一挂落来吼。都是400年来留下的生活智慧、啊。拍摄哈，只有老祖母留下来，老祖父拢无老哈。我老祖父嘛有啊，有啦吼，啊老落来吼，啊咱若无甲流传落去吼，啊拢会断去，真拍算啦。对，这是咱的责任啦。对啦，啊所以吼，咱既然这一生唱歌要好好的唱。没错，没错。一生尽人讲哦，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好了，就很了不起。真的是。啊所以要吼要做的活动就是。将我们以前老祖公、老祖妈留落来生活智慧吼，拢甲安尼教予咱的台北市吼的囡仔吼，是拢会晓唱安尼啦。好，咱的后代都知道这些故事哈。因为啊，因为我们以前的生活智慧吼，都是粒粒经典呐，对，字字经典呐。这些都是先人的智慧嘛，哈。假使讲吼，咱较早咱吼，咱要合作农业时代，要抬一个鸡，要抬一个鸭，要吃一个肉，要吃一个鱼，拢都爱过年过节才有通啊吃。是啊，吼，啊你若要吼要吃鸡吃鸭吼，啊都钱无啦，但是土地若有厝前厝后吼，现在鸡鸭啊饲两家，家己饲，过年过节都有通吃。然后就抬来吃。啊，过年过节若要吃吼，啊要抬咯，过歹势，于心不忍。哦，啊无抬过落损。对啊，要不要弄嘞？啊，所以无法度吼，要抬鸡要抬鸭吼，拢爱念咒了。吼，拢爱念哦，像讲咱在座遮吼，哦阿姊阿兄，我遮吼拢总捌念过。一支刀啊举起来要抬鸡吼，迄拄袂落个呢。系啊，于心不忍嘛，爱念嘛，爱念啥呢？哦，做鸡做脱无了时，赶紧去出世。出世富家人惊儿有无？啊，才记会落去对无？啊、哦，有人拍无啊，大家有听过哦？听过哦。无恁哦，记袂落去啦。是。啊，这是人家啦。是。啊，个餐厅哦，了后餐厅一日坐，餐厅咧念的无同。哦。人家厝甲人咧卖餐厅是无同款的。餐厅咧抬吼，人客足济，咧抬是抬团体的呢。厝内底咧抬是抬一只尔。餐厅一摆抬过了十只，伊咧念都无同。嘿，要安怎念咧？安那？鸡啊鸭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好食菜，人客无食我袂抬，报碗莫对我遮来。哈哈哈！掌声鼓励。哎呦！哎，安尼才记得落。哎呦！的这个洗劫录音啊，洗劫嘞哦，把那个做好 CD， 嘿，做 CD 啊，有版本哦，好小朋友去听，哇，这太好了，一个有啥呢？啊，够啥物？我靠，咧走咧佚佗吼，是，啊，就迄囡仔走来走去，较早柏油路哦，点啊加路较少，上专刷石头啊路，嘿。啊！那去无酒无酒无滴，目睭用着刷吼，我目睭白袂紧，就无通佚佗啊。对啊。啊，囡仔伴着绝对讲来来，我甲你分分的。啊，要分嘛爱念咒了。分嘛爱念咒。不是说来我吹吹安尼吗？无啊，吹就毋是安尼吹尔，要吹就绝对爱念。搁爱念。嘿。好，要念啥？目睭用着刷，互我分着花。目睭讲，目睭无，分分的山就无，分分的山就无。好，掌声再次鼓励鼓励，对，鼓励鼓励。所以最后脱山粉啊，讲脱山粉啊，无。哎，拢爱。啊，甲安安洗身躯哦，大汉都拢爱啦。洗身躯要甲唱歌，唱歌咯，哎，洗身躯嘛爱唱歌。哎喏，安尼这个长辈有做无用的无？无啦，就对啦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较早要甲婴仔先，较早无迄个温度器呀。对，要靠我妈妈，手最伟大的妈妈，全天下上伟大的妈妈，手落去目水，伤烧会烫着，伤冷会寒着，啊，拢安尼啊，差不多啊，温温啊，哦，啊婴仔抱落来吼，啊心肝头甲热热，一两三时婴仔落水无代志，好事来歹事去，观音佛祖来保庇。有无？哇！哎，不只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智慧，这是生活智慧王啊！哦，这若无甲流传落来吼，是咱的罪过。对。